导体芯片是现代信息社会的支柱，半导体外延片材料是芯片产业的基石。合组华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6年2月，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邳州经济开发区半导体材料与设备产业园，项目一期总投资3亿元，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其中百级、千级和万级接近车间面积5000余平方米，专注于半导体深化加磷化铟外延片的研发和生产，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客户提供半导体外延一站式解决方案。华星激光组建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组部外援计划专家、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资深产业专家在内的核心技术和运营团队，其中包含博士10人、硕士5人。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清华大学、东京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开展长期技术合作，掌握化合物半导体芯片材料设计与制备核心技术，率先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成为国内首家具备高速通信和激光传感用半导体外延片生产技术的企业，已累计获得国家专利40余项。华星激光拥有一条完整的第二代化合物半导体外延片生产线，包括材料生长、微纳结构加工以及分析检测设备。公司基于金属有机物化学气象沉积系统，在深化加磷化铟基底上进行原子层级别的精准外延，制作几十层至几百层的化合物半导体薄膜材料，随后采用先进的电子束曝光系统、全息曝光系统、感应耦合等离子刻蚀系统进行微纳波导结构图形转移和刻蚀，之后进行多次外延生长，经过严格的筛选测试，形成具有复杂结构的半导体激光外延片。制备的外延片经下游客户进行芯片工业制作和封装后，可制成各类半导体激光芯片，广泛应用于光纤通讯、激光传感、激光医疗、激光加工等领域。公司自创立以来，已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全国2等奖、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2等奖、江苏省1等奖、江苏省双创团队、双创人才重点资助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荣誉。专注外延，精准高效，追求极致，臻于完美。华星激光秉承诚信、务实、创新、精准、高效的价值理念，致力成为世界一流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供应商。